进去了以后，把妈东西洗澡，换衣服换下来洗了。妈，走，快洗澡，洗了把衣服换下来洗。能够再换来走，那热死了嘛？那热起来要多少斤上洗呀、啊？那现在方便了，热水随时的有。把那衣服脱了。他毛线还在吗？来，冲我点。哎。要经常洗呀、啊！哎呀，身上一点肉都没得了。坐起来，再穿衣服。对。那赶紧给我穿。对，要你洗了好安逸嘛，是不是嘛？你跟妈洗澡，我来跟她洗衣服嘛。要得。把那帽子也换一下，那个东西洗掉。嗯。耶，你打扮出来还漂亮个老太婆啊！热水多放点洗一会儿噻。我是弄的热水噻，叫它泡一下，我再来慢慢刷。要得。一家楼角还有噻。有。面干啥我？哎呀，来衣件了，我开始洗衣服了。哎，洗最后一道，都要拿到洗衣机里头去甩。今天的螃蟹还可以，我也来浪。衣服晾到一头，全身晾到一头。那片夏天悄悄过去，依然怀念你。弄饭去了。放点红烧粉来吃，打两个蛋，放点盐。妈她还喜欢吃点这些，饭的话她还不感兴趣。我又开始煎了。红烧粉煎起好吃。盛起来煮汤。开了，稍稍的煮一下。葱子来了。来了。你的妈的，妈吃饭了。煮点红烧粉。只是那个洗澡澡舒服些嘛，那个洗起滑唧唧的，安逸。一个碗还是的，我都煮你妈洗，都叫泡吃泡喝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吃哈。确实好吃，我都喜欢。就是脾气，他那边跟着跳，跳到那边，那边再跳到那边。他是滑的了嘛？你不饿着吗？慢慢吃嘛。看哪个吃得快有奖。杨哥们，基本都算了哈。洗好的算好了，今晚上又开始我洗碗。那都是不洗，洗碗噻。是要洗碗噻。